你看，如果喷雾大的话，它就容易挂水、流水，容易脱妆。但这个喷雾就很细，广角360度的，就一喷上的话就很好。它这个雾啊，如果过细的话，它容易呛鼻腔，也不舒服。它这个是0.25的，这个分子量是刚好的。都卖完，你什么时候打去吗？去年是99，两瓶，是不是卖了对吧？然后给加个小的，这个是，这个可以什么来着？可以试用吗？这个啊，这不能试用啊。兄弟们，去年我是这么卖的吧？99吧。我今天破我自己的价格，希望上次拍了30000单的一些人不要这个在意啊，不要怪我，确定破了。99卖的，去年是99嘛，他是156一瓶，今天是多79，三瓶，两瓶大的，一瓶小的，别急，还没说完，没急啊，别急，别打，别急。为什么我今天破了呢？99啊，来吃吧，介绍介绍吧，介绍一下这什么？他真的有，他真有一个点要说，就是二元包装，二元包装里面有氮气跟精华是单独一个袋子装的，所以你会出现喷一瓶，它就半瓶就没了，但是你可以一直喷到。对，项链马上来了，并且这个小瓶还可以上飞机。这些开始飞机，别去说完啊，我没说完，你看啊，被刚刚有人问这个什么什么，看300毫升啊，300毫升，看啊。那个洗快，那个有机碱、玻尿酸、胶原补水、精华喷雾啊，真的天哪！天天精华快啊，这个99，去年我是这么卖的，什么99，就这个。哎，上车了吗？没上车啊？上车，我早就说上车了。99，今年我破自己价格了。快！你说去年99拍的，别怪我，行吗？我今年确实破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快！结束了，兄弟们。今年破自己价格，瞬间5000单。去年买过的 Q1，去年99买了个 Q1，我看看有没有。它这个是气液分离的，很多。坐来。来，这谁以为啊？那道歉是吧？这动一下，这动一下，这谁以为是吧？这个谁？哎，动一下，我给抓了啊！啊，动一下来，这个呢，动一下，瞬间做好，那蹲了，坐了，坐好，对，坐，那个家伙坐好，你要蹲了，坐好，坐好，哎呦我的妈！我没有想把它撇断，我要是想把它撇断，我要是心里面当然想是把它撇断，我就是畜生。你等我卖货，这些牛卖货停了，你等一下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出一步海阔天空。来，啊，我没有想把它劈烂，兄弟们看啊，你看这个泡椒凤爪，泡椒这个凤爪，你看啊，这玩意好吃啊，这次货架啊，有油的，油的，49.9，还涨了，我们听声音啊，你听。来吃，对。听声音了，哎呦，怎么还那么脆呀、啊？这个地方不脆了，里面可能有里面是有水的。他那个可能是不是进口的，什么进口的啊？什么进口的？不是进口
他刚刚怎么进口的？意外是进口的吧？不是进口的。意外是不是进口的？不是的。啊？不是的。是进口的。刚刚怎么进口的？刚刚怎么进口的？那不是进口的，不是进口的，怎么进口的？进口的。是进口的。你听题，刚刚怎么进口的？不是进口的。听题。来，他刚刚怎么进口的？你重新拿一个，你再重新开一个。你不会是这样进口的吧？我怎么这样？我喜欢把它搞湿了，我不喜欢吃脆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，它是这样进口的吗？没有。对吧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它这样进口的吗？这样长的六点。我们做人一定要忍，忍一时，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说明白了吧？对吧？做人最主要的是什么？一个字，忍。你妈呀！哎哎哎！哎！啊！啊！我让你搞！哎呦我的孩子！就看哪个孩子很厉害的啊！啊，我是这样起来了，哎，我是这样蹬起来了，快快快！哎呀！下一个，哎，兄弟，下一个什么？导演，好嘞，小杨，你说，我的小杨甄选的啥呢？我的二哥没了，小杨甄选新的产品上线，我二弟，二弟。二弟发紫，小呀！眼睛闭上，嗯，对，眼睛闭上啊，你放心。味道不对啊，嗯，等一下。我感觉有点不对，我想我今天打开脸，我要看到不一样，我给你宰了。好好好，行。刚才说什么？你我是你弟，我就给你宰了。你看，别急啊！我今天睁开眼睛，我要是看到我七老板给你搞，你睁开眼吧。七老板，你这不就对，跟我又没关系。你这，你对不对？这徒弟，没事，徒弟啊。感受一下这烂鹅的感觉嘛。这个粉没错，兄弟，这个粉是可以吃的，这个叫椰子粉，椰子碳粉。七老板啊，嗯，来我尝尝，我给你们吃一个。你看你多损我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你就洗一下去，好吧。好，没事没事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没关系。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感觉非常的好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爽。来来来。